我们恭请吴文章先生赞助本次的障碍超越赛，10000块钱。然后，所以谢谢他，我们请他来为我们颁奖，谢谢，谢谢。接下来要颁发60公分障碍超越，请以下选手到颁奖的位置集合：陈佑廷、许慧婷、季雅敏，谢谢。好，现在开始颁发60公分组。好，恭喜恭喜这些得奖的选手们。接下来我们要颁发70公分障碍超越，请以下选手到地点集合：陈段宽、陈佑廷、蔡培敏。麻烦这些选手到颁奖的位置。陈段宽选手，请到颁奖的位置。陈段宽，好，恭喜这些得奖的选手。
接下来我们颁发是80公分组的陈佑廷，哇，陈佑廷连续三次哦。陈段宽、黄友邦、石云柔、陆宇生、江玉庆。好，得奖选手请到集合的地点，看板的前面。好，江玉庆选手，石云柔也到了 ，OK， 陆宇生，好，恭喜江玉庆选手。好，下颁发冠军陈佑廷选手，他连三轮哦，厉害哦。好，接下来陈段宽，谢谢。黄友邦回去赚钱了，所以我们带领一下辛苦的选手。好，恭喜石云柔选手。好，恭喜陆宇生。好，恭喜恭喜恭喜这些得奖的选手。好，恭喜，接下来颁发障碍90公分组，石云柔、江玉庆、陆宇生、黄雅萱、郭嘉明、施义安、蒋嘉颖、张嘉瑜、潘俊毅。好，麻烦这些选手请到颁奖的位置，看板前面，谢谢。好，现在到齐了吗？好，我们先颁发优胜的选手。
恭喜这些得奖的选手，笑容满面。好 ，OK， 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麻烦山海关的工作人员到，还有选手到颁奖的位置。以上早上的颁奖已经结束了，下午请大家继续接受，接着看精彩的演出。好，等一下结束完，我们11:30可以上二楼餐厅自助餐使用 buffet。